民进党嘉义山区立委陈选人陈冠廷，已经甲海区立委蔡意瑜、市区立委王美惠合体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主席做会翕宣传相片。赖副总统伫翕相时嘛指示，嘉义山区的陈冠廷一定爱高票当选，为嘉义年轻世代加油打气。也去掠人承担重担。棒球手套展现青春活力，手指地球仪来放眼国际。陈冠廷有备而来，带着小道具交赖清德副总统合体来翕宣传的相片，两个人默契十足，展现民进党团结台湾队超强战力。要去手加一堆海区立委蔡意瑜、市区立委王美惠，这回来全力打。开拓嘉义新局。好，来哦，下楼哦。两个哈。哦，两个，两个。有。来。蔡宇，你慢手。蔡宇，喂，你要求哦，哈。好，求哦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看我这边，不要看别的地方，看这边。来，一二三，站。再一个，一二三。陈冠廷表示，挺台湾，甲伊对一定爱全力打。即件伊第一遍来投入选举，有真侪爱努力学习的所在。伊嘛一步一脚印，勤走各乡镇，要将伊的愿景啊个目标告诉所有的乡亲，正义得到大家认同，让少年时代开拓新局，为家己创造更加好的未来。陈冠廷指出，这件交赖副总统合体来翕宣传相，显示出民进党团结一心，爱赢得民众支持的决心。唔来山海市区要共同作战，做伙来努力，更加要让赖清德副总统胜选，让民进党的执政延续，打造更加强的台湾队，为台湾的发展更加进一步。最新新闻真相改观采访报道。太跑大小妹啊！太跑，进来！大小妹啊！太跑大小妹啊！进来冲，有一个好彩头嘞啦！大小妹啊！哎、欸！啊！我想到呢。啊！你雄雄公公，啊，都无地合格，这个全部无合格吼，对咱头壳好啊，保护哦，行倒迈。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吼，袂使弄红灯。尤其咱若到大路口有两段式左转的耳朵牌，一定要遵守。所有困难，你唔通冲啦哦。我感觉这个无代志，所以后盖一定要注意行街安全无。阿廖，感谢你咧，谢谢你。啊，你过马路那情感咧？哦，你唔知啦，即摆过马路注意险的，马路如虎口哎，安尼较安全。唔免啦，即马过马路吼，若无礼让行人，有加重罚则。即马变作安全的啊，你放心啦。安尼我就放心啊，安尼我就免挂吼。呵。袂歹哦，我们现在就是要礼让行人。台湾现在很多，你看过马路不敢过，你们看车来的惊，所以我们是人让车。那现在台湾要整个要改变，我们原本就是应该车要让人，对啊，所以现在台湾要加重处罚了。如果你没有让人的话，那你的罚款会很重。大家唔免惊，今嘛要过马路啊，不管你是塞车还是桥多慢，一定要让行路的人先过，啊那无会加重罚款的罚金哦。所以今嘛政府做重视这哈、個，所以所有塞车桥多慢的人。快的行人没过马路，一定要让他们先过。